上台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想回来看你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新人站在台上哦。其实，我觉得所有我们每一个幸福的、每一个爱的呢，都有一种传奇的意思哦。果汁跟酒杯斟满了吗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酒杯，我们一起祝福他们。一二三，干杯！好，也希望呢，我们这幸福的大家庭呢，都可以永远的甜甜蜜蜜、圆圆满满。以后不用了。所有的宾客到我们的现场，给予他们祝福。然后掌声之中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爸爸妈妈以及我们的新人到我们的主桌入席，掌声欢迎。谢谢阿公，贵人子。
Okay.
牢，看完他们的成长 MV 呢，是不是对我们的新人有多一进一步的了解？